就基本就是我去的时候，然后就是我才知道我妈妈晕倒的。我妈妈的身体真的是很，就是怎么说呢？哎，就是很糟糕的，家人们。我妈妈身体真的是很糟糕的。而且，你之前带她去检查的时候，因为医生也说那个时间上的问题嘛，所以我就想可能就是多陪陪妈妈。就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的想法，就是我在说什么，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因为我在直播也不能直说。你命再苦，没有吉连命那么苦，他比你强多了。今天晚上好，晚上好，家人们，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好不好？那些不用多说了。我没有说过我命苦啊，家人们，我没有说过我命苦。我只是想在这剩下仅有的时间去陪陪自己的妈妈而已。就这么跟你们说吧，就是癌，你们应该知道吧？你可能准确的不了解你说的那个人，那个叫小婉晴，你说的那个人，你可能都不了解。他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子，你可能也不了解，所以您会说这些话。富哥来了吗？喂，听得到吗？喂，哎，刚接了个电话，有个电话进来。好。哎呀，一会儿还有事儿呀，还去见个客户啊！啊，好累啊！家人们，我刚刚说到哪里了呀？金仔，哎，这个咱就不说了。其实，对，他们很多人都觉得我。没有，金子，其实我是特别理解你的，我也相信家人们他们也是理解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们现在能留在你的这儿，跟你陪你聊天，跟你一起聊天，其实我觉得他们肯定会理解的。他们，而且他们还会理解我，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阶段，它并不是最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对不对？我不想把不好的心情情绪传递给对你唱首歌吧，家人们，你们想不想听金子唱歌？我们唱一首开心的歌。刚有个人，有一个叫施家小仙女在不在？她点了一首《祈祷》，那首歌我真不能唱，那首歌我一唱我就会流眼泪，所以那首歌就真的不能唱。我唱一首歌给大家听吧，好不好？世上只有妈妈好，不是，我只会唱两句那首歌。你应该很快乐。不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哈哈哈。今生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
小布唱成都啊，我唱歌不好听啊。家人们平时喜欢听歌吗？啥歌呀？只是唱首歌而已。平时喜欢听歌吗？家人们，叔叔阿姨们，你们平时喜欢听歌吗？对，其实金子啊，咱们不开心的一些东西咱就不聊给家人们听了，咱们有啥还是那句话，你有啥你跟我说好不好，就不要去多想，不要有压力好不好，我也不会给你压力，然后如果说有压力的话我来扛好吗，我们一起扛是吧，嗯，妹子配狗天经地义你是在调侃我吗？没有，他就是，哎，我那句话我不说了。嗯，想听富强的真实想法。我的想法是我永远都不会放弃，我会把它名正言顺的、光明正大的带回我家，好不好，家人们？好的，咱们打个好。你们会不会支持富强？啊，家人们？我只想听你们会不会支持富强，会的咱们打个会，然后打完这个会过后咱们打一个加油，你一会儿打好，一会儿打会，一会儿打加油我的那个户口簿啊一直都在我这儿，对吧，我也不需要谁同意，对吧，我就该办就办，但是我希望的是让金枝他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下，咱们去做那个，一个，对吧？嗯，会加油，来全屏加油！你们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富强怎么怎么样？其实，在我认识金枝的前一年，我是在，说实话啊，金枝我能说吗？我在陪伴他成长。知道吧，他在学习，在中间那个阶段呢过后，他妈妈就是他家里边发生了很多事儿，我呢可能作为一个，那个时候我作为可能只能算是朋友吧，我也在就是可能我有点儿就是管的有点多了，但是我还是在弄，对吧，你是托吗，我不是托，富强多大了，富强27岁，刚刚我看见那个过去四哥了，过去四哥在不在的话你打个在，对，百善孝为先，我这个人交朋友我不会跟没有说，我是过去四哥吗，对啊，你看这些，其实那个过去四哥咱们认识也很长时间了，对不对，对吧，都是同一时间认识金枝的是吧，对，嗯，过去那么久了，只有他叫我叫海大富，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呢，在这儿我呢，给包括直播间的支持金枝的家人们、叔叔阿姨们，我呢也刚刚我也表了态了，我永远都不会放弃，对吧？哪怕。我这句话我可能说的别人会觉得啊，富强你在吹牛，你说的东西都是嘴巴上说，但凡他嫁给别人，哪怕他嫁给别人那一天，我都想办法先要去抢，我跟你说夸张了，怎么可能，好不好，家人们，你们支不支持富强，支持的咱们打个支持，嗯，我们俩什么关系啊，现在的话你看有人说我去帮你抢咱的过去师哥，对不对，这就对了嘛，不管说咱们现在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金枝很多时候我不高兴的就是什么，他有些东西他不给我说，因为他可能那个相亲的那个事情只是说我没有去相亲，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拿来烦你，所以我才没给你说的，招呼一声就行，那是吧，支持哈，大家都要跟富哥一起来抢婚吗，小富开始喜欢你了，
是开始喜欢小富了吗？还是小富开始喜欢金枝了？其实刚刚我也说了，金枝的妈妈，我现在叫阿姨，可能未来是我的丈母娘。她现在、啊、她现在她跟我说，她问我可不可以不要来找金枝了，她是询问我的意见，对不对？她说你可不可以，嗯，对吧？但是我呢也不能去，对吧？我只能去反思我自己，我能哪里没做好，或者是怎么样，对吧？对，金枝妹妹是一个可爱乐观的好姑娘。对，富强，你都没有说你们俩，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的阶段是属于那个双向奔赴还没有确定下来的那种状态，明不明白，家人们？明白咱们？富哥，你自恋了，我没有说啊。啊？我没说呀。你没说吗？我没说呀，你在说什么？我以为你是这个意思呢。没有呀。不是这个意思吗？没有呀。家人们，是不是这个意思呀？完了，尴尬了。怎么办？尴尬了，这个。尴尬了啊！就是，家人们，你们要理解那个金枝，毕竟金枝是女孩子，是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1000多个人，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啊，没有在直播上面，在现实生活中，1000多个人在那儿。哇，那个场面是很壮观的，对不对？男人要脸厚点儿，脸对，那这么，咱们这么，家人们一起鼓励一下金枝，让金枝自己说吧。我们给金枝打个加油，然后让金枝自己说，好不好？这是对的。爱要怎么说出口？哈哈。哈哈，没有。金正，你是不是害羞？害羞的话，你就眨个眼睛，我看一下。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是不是害羞呀？没有啊，你看我脸都没红。你在眨眼睛啊，我刚刚说你害羞，你要眨个眼睛。哪位请他已经说完了啊。对，其实咱们也不要为难咱们金枝小丫头，好不好？这是秀恩爱吗？这也不是秀恩爱，其实你们可以把我和金枝想成一体的，然后来跟大家一起交朋友，对不对？如果说咱们无论是在这个叫什么直播平台，无论还是在就是没有仪式感现实生活中，咱们都愿意跟大家交朋友，没有仪式感呀。仪式感这个还没有说，我肯定会给他的，而且我可能会叫很多人来见证，对吧？而且我也会把那个，我都想过啊，家人们，我会把那个美好的时刻给他记录下来，对吧？嗯。富强嘴巴能说，我还好，只是可能虽然很多，直播间有很多家人们年纪可能都比我大，比我年长，很多都是长辈。可能富强，你们叫我叫小富啊，我经历的东西可能相对对比我同龄人，我可能经历的要多一些。我也不是说哇，我又，很会说怎么样的。但是咱们做事儿讲究一个原则，对吧？可能我和金枝，我们俩跟你们的小孩的年纪差不多，对不对？富强现在是什么工作？自己在做生意，然后做的主要是做酒，对，做酒生意。感谢大家哇！我们今天有934名粉丝团成员了，咱们可以破个1000吗？有没有没给金珠挂粉丝牌的，可以帮金珠挂一个粉丝牌好不好？
我呢就是平时喜欢跟大家一起开播聊聊天，客客气气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就给金枝挂一个粉丝牌，成为金枝的一家人，好不好？富强，不要说太多，要用行动去证明。我一直都是，其实我很多金枝，你来说吧，他们都说我是只是说，然后。你来表达给大家听吧，因为有很多东西我自己说出来味道就变了，对不对？表达什么呀？他们说我只是嘴巴说，没有实际行动去落实什么东西。哪方面？你就是你们说的指的是哪一方面没有行动呀，家人们？富哥他是什么呢？他对我，对我们一家人，对我妈妈也好，对我爸爸也好，还有对我也好，都是很好很好，就是完全就是用语言表达不了的这个，这一路就是经历呢，就是是我一直都在经历的事情。这个声音嘴巴好甜。两个人完全可以试验，不是，主要是很多。家人们他们都在说啊，小富你们怎么还没确定，我给大家就说了一下，你们就对吧，被就是叫那句话叫什么说的，那也是让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放心。家人们你们会不会放心啊，放不放心，放心的咱们打个放心，老富老富不放心，不放心啊！完了完了！完了，怎么办？就是父母放心啊，我们才放心。目前有点不放心。目前有点不放心啊！不然总来会被邻居说闲话，放心。放心的，家人们肯定是相信富强的，对吧？我呢，有时候我呢，其实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啊，无论是我跟金枝也好，我能做到的事儿，我才敢说。如果说我说出来了，我做不到。那个就是我们四川人说的就是吹牛，对吧？怎么感觉是个老男人声音啊？可能我的声音要，它是咽喉那种咽嗓的那种感觉。对，都看好你们俩呀。那我可以给你们证明富哥真的年轻，不老，不老，真的很年轻，很年轻。哎，金仔。哎，20多岁的年纪啊。我跟我妹妹长得像不像？像呀，我刚刚跟他们说了呀，说如果想知道富哥长什么样子的话，就去看视频里面，看富哥妹妹她长什么样，你们就知道。我觉得我比她长得好看，是吧？啊，觉得你妹妹好看。我觉得我好看，好不好？没有，妹妹好看。是吧？去成都久了，心就远了。也不会，我会一旦有时间，我就会去找她。5月20号，5月20号是干嘛的？金枝的生日是9月20号，不是5月20号。对，对，希望你俩早点不容易，感谢谢谢祝福。希望我们早日步入婚姻的坟墓，啊？家人们叔叔阿姨们，这个说出来了有些东西就没有惊喜了呀，怎么能说呀？啊，你个老六。怎么了金子，突然怎么又没有啊，在听说话呀。啊，在听我说话呢。嗯，你看幺幺幺
1111人，哦吼，关凤姐这个是。